你听说过神仙居住的地方吗？这一片隐藏在山脚之下的藏寨就是神仙居，名叫羊绒哈德。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环抱在山水间。听说十月份大片大片的彩铃很好看，但是披着新装的羊绒哈德冬季模样足以浪漫。有炊烟袅袅升起，有雪花铺满大地，有高高矮矮的小屋，有繁星点点的夜晚。若是有爱人陪伴，这样的日子也不会孤单。其实呢，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自在。你可以有一个很好听的藏名，比如卓玛，穿上好看的藏服，拍些好玩的照片，记录一段好惬意的时光。